谢琳还也在，她这门课是挂科了吗？没有吧，她上学期还拿了奖学金呢，应该是为了出学分。能赶回来吗？要上课了。堵车了，有点悬。 人数不太对啊，大家都知道我规矩吧？旷课一次扣5分，啊，满3次直接算挂科，好吧？那咱先点个名，啊，萌萌到，许良到，郭海波到，陈晨到，苏在在。 到，你们班还有同名的？没有吧？而且这个苏在在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个女生吧？米莱是吧？米莱记名了啊。蒋晶，刘军，到，陈萌。 苏太太，部长。啊，对不起啊，看你没来，本来想帮你答到的，没想到已经有人帮你答了，我这还帮倒忙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苏太太。 部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走吧。让让，你刚帮我答到了。被记了，因为还有一个男生也举手。哦，那是我们新媒体部的部长，开学的时候也是他带我去宿舍的。这可怪不到我头上啊。 你们很熟吗？没有啊。让让，你现在是不是很有危机感啊？没有。我呢，已经被记了5分平时分了。要是再被记的话，就完了。要不你以后陪我上课吧，监督我。你不看着，就不怕你这么可爱的女朋友被人惦记？ 真不怕？怕。明明是我想听到的回答，为什么你说出来，我又觉得这么逗你，有一种负罪感？让着，你肯定是故意的，偏偏我还吃这一套。 这该来的总会来，这次的运营汇报谁来？上一次我汇报的。老规矩。那你放 PPT 还有视频？行，你 U 盘先给我，我先看看。